但係呢個魚恐怖啊！原來啲 friend 都話好恐怖啊！呢條魚，但係好想整個魚檔都唔知點解。做得最多的話咧，其實是 Mira 的產品嘅。咁 Mira 的產品咧，其實就有老虎機啦。老虎機就係有好多佢哋嗰啲樣咁樣，入面係有七師傅嘅。七師傅其實係即係我老公想出嚟嘅，係話好搞笑七師傅。仲有呢個好受歡迎嘅扭蛋機啦，扭完之後打開咧係有佢哋嗰啲樣嘅。咁全部咧其實唔一定係整 Mira 嘅，可以整你自己嘅相啦、情侶嘅相啦。或者小朋友的相片都有人订的。再来就是雜誌架，呢排都很多人订，当然 Mira 是多人订，但是都有人订的是、情侣宠物，那我就可以帮他设计埋个雜誌封面啦，内页呢就是一些他们自己提供给我的相片。对我来讲最难忘的手作呢，其实是做关于苹果日报封面的鎖匙扣。雖然我是用一個成本價這樣去賣給大家，我覺得最開心的是我可以幫大家留住這份回憶，或者有些人需要的呢就另外加一粒好像這些蘋果去這樣，雖然累是開心的。最難做的 order， 之前有人叫我整嗰個樓梯，係整中環嗰個 Starbucks 嗰個。哦，佢哋兩個煤氣燈嗰個樓梯。煤氣燈嗰個樓梯，嗰個係對我嚟講係一個挑戰嚟嘅。係。卒之做咗幾耐咧？卒之做咗幾個月。係。係啊。哦，咁啊，客人都好滿意。其實佢仲未拎。因為其實本身之前交咗一次貨嘅。但係佢就唔小心撞爛咗盞燈，所以就幫佢維修啦。咁跟住維修完，佢就一直都未得閒攞咁樣咯。私人時間咧就基本上係冇乜㗎啦。咁老公同阿女女有冇投訴啊？啊，我老公唔會投訴噶。其實阿女好乖，有陣時候我做緊嘢啦，雖然我知道佢好想好想我同佢一齊玩，但係佢都會同我講：媽咪，你做咗嘢先啦。因為我有食藥嘅，咁我食藥嗰啲藥係會導致我好眼瞓，個精神上其實都好難維持到去做完嘢仲有精力去玩，佢都會好了解。就算陪唔到場，佢都會同我講：媽咪，你好眼瞓，你去瞓一陣覺。即係，但係佢只係七歲啫，所以我覺得佢係超乖，我係好感恩有呢個女兒。